了，我来了，等我一下。在想，对不起大家，上个礼拜，人间蒸发了。我今天又想要叫吉拿棒，要关了。想要骂脏话，哎呦！我刚刚陪国妈去看房子，叫一个吉拿棒来吃，好饿。等一下跟你们分享我的感觉，有时候常常觉得才一个礼拜，但是一觉得每次只要一个礼拜，每次都会觉得好久了。好想要赶快跟你们分享。大家来了吗？什么声音？大家还在吗？Hello，大家。好久不见，我已经好近哦，好丑，不漂亮吗？好久不见，我觉得我变秃头了。对呀，不然我在房间就要睡着。我最近又是一直睡在客厅，客厅陪伴我。变晚了。刚刚才到家，然后就突然想要去放下一下，然后好想睡觉。好久不见，我上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想我？我上个礼拜上了4天，每天的整天的班，然后其他天我在干嘛？4个月没上线，你说你吗？好久不见，我都快忘了你。你不是还是大学生吗？没有啊，上次不是有跟你们啊？德全也好久不见，德全最近都好吗？嗨，Vivian 要回家了吗？刚刚跟国妈去看完房子，然后我就带国妈去吃饭。在国妈跟朋友吃饭，我就回家。要去新工，哇，太好了！对，我开车。环境好不好？就懒得，哦，国妈还好，咪咻咻咻咻嘛，哦，在关渡，哦，哎呦，我眼睛最近，对，不是，一直以来都在过敏。大家最近都好吗？
啊，我说我最近一直在看房子，一直在看房子，要买房子，我们要搬家，没有要买房子，我也想买，都找不到房子，好困扰哦。台北市的房子超难找的。我瘦了吗？最近有点累，真的很累。我最近一到家就是昏睡，然后学校的事情就是还在逃避当中，就是打算要休学啦。其实就跟你们有跟你们分享过，就是开学的时候就打算要休学，老师不让我休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吧，那就硬着头皮撑下去。哎，结果我撑不下去，关播晚安。德全没有，那天德全还好吗？德全，上几次直播你都不在，在休养身体吗？对啊，看那水，直接，对，然后老师就这是我要打算，就是我就是要去学校办休学这样子，对，目前是这样打算的，直接。那个学校的部分目前哎对就是然后那天我就是睡死哦，也只能这样，要好好调身体哦。然后最近就是对努力赚钱，但虽然是身体上面很累，但是心里还算 OK。然后期待下个月跟你们见，下个月十二月会跟你们见面。公演，好久不见。因为我的打工时间蛮长的，就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这样，有休息啊。但就是我本来是想说，那我就休息的时候回来直播。但第一，我的休息时间是下午；第二，你们看不，第一你们就看不太了嘛。你们都晚，就是我还是习惯播八点或九点。说好了八点，其实上是快九点这样。然后，对，后海，我们可以去云端的地方，不行。国旭与小草莓还在努力那个，可以当 OK 了。等以后有郭宝宝讨厌我每次请了你吗？你有请了我吗？你哪里有请了我？十五十七可以。我好像是表演礼拜天，就只有目前好像就是礼拜天这样子。开始卖票了吗？我是草莓，我是大草莓耶，我是个大草莓。这是我人生的，也不是第一份打工，但就是还算是，就是认真的打工，不是打好玩的打工，懂吗？有离这，是认真的打工的那种。之前都是打好玩的打工，但现在是认真赚钱的打工，这样。所以最近有一点累，对，但这是我在慢慢变好了，就是上一阵子的状况不太好的，不能玩了吼。我也最近每天都是要回家准备，就是想说啊，我要吃个宵夜，我可能宵夜吃两口我就睡着。然后我最近说睡着在被社会蛮糟糕的，老实说被社会毒打的感觉，离开了你们这些保护我的人，好痛苦。我不是绿蛋糕，你要不要干脆改名叫绿蛋糕算了？真对啊，每次都好会是好的，我太真。你们是我的舒适圈，你们是我最舒服的地方了，最舒服的地方。
我现在快下班了，好想去吃东西。我也想吃东西，我想吃酸辣粉，打给郭妈。芦苇，好味芦苇。你看看我喜欢的那件打烊了没有？希望它还没打烊，不要打烊哎。嗯。哦，我喜欢吃，它没了。我宝宝长大了，你们知道我一直狂，好想跟你们分享，但是你为什么没一起在？国妈去找好朋友吃饭了，国妈抛弃我，好吗？我还在国妈。激烈赛，他另外一间的不好吃，他另外一间的有加别的东西就不好吃了。但是我还是想叫，算了，原谅他。怎么那么早就打烊？生气。看看有什么。为什么要外送费？没看到，我们也打，你可以自己。国妈刚有进直播间，国妈在跟朋友吃饭还不忘关心我。你的绿灯刚有着落，开始工作才没，我才一个礼拜没有见到你们，就立马就变成熟了，也没有变多成熟了。提醒你要直播吗？好久不见，这是新衣吗？这个我看得懂，新衣，这是新衣对不对？我看懂，还是我认错？两上个礼拜都没有跟你们见面，我今天、明天、后天都有直播，也要收费一样。可是我有买会员呢，他为什么还要跟我收？他很过分。我要怎么看我是不是会员呢？有啊，我有啊。谢谢吉米做的啾啾。
会。